钟汉良、李小冉，沧海历尽，共赴余生。这孩子如果不做手术，根本活不了多久。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放不下这个女人？如果你把钱给我，我以后不会再和人提起我们的关系。冰冰，救救他！这就是报应。很多时候，恨就是因为爱。我死你爱过我？从来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爱你。